节的台东县立文化中心后又台东县台东艺术节后，然后它是一个很长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在11月16号的台东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呢有一个售票的演出，然后叫做露娜，然后这个演出呢就是很荣幸能够获得就是青睐后，就是能够得到今年的台新艺术奖的首奖。然后接下来台东那个演出的话，那如果需要他的票其实没有很贵，很便宜啦。好，目前的那个票售票剩下就是200块，是不是很便宜？是好的位置吧，他们位置都是200块。200块的区位后，那因为票券真的不多，我跟你讲真的不多，很可惜。错过这一次的话，我可能就是明年可能再加演。好啦，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，能够去那个文化中心演艺厅去看这样子。我们是发亮团。真的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课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那铁花村周一周二是公休，那周三到周日都会有音乐演出，那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来铁花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啦，拜拜，下课。